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我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崩坏星穹铁道 2.7 警员最佳队友来了，流萤击破色后必抽，花火新皮肤登场， 2.6 复刻最值得抽取角色排行，流萤仅排第三，前三平民必抽。星穹铁道 2.7 卡池越来越近，两位新五星角色星期日望归人也即将登场，各位开拓者们的星穹是不是也都已经准备好了呢？而说起两位新角色的强度相关，也是很多玩家比较关心的，本期就后续卡池角色等相关消息一起来看看吧。首先要说的就是各位开拓者们比较关心的 2.7 卡池星期日望归人强度相关了，根据最新的消息来看，其中星期日就 VE 来看，星期日和警员还是非常搭配的，基本上每回合都能使警员的神军段数达到十成，但整体伤害并没有那么高，对于警员的提升还是比较大的。这么来看的话，这是警员最佳队友要来了。而说起 2.7 下半卡池的新五星角色望归人，就目前来看，望归人对于韧性的击破伤害表现极强，超击破伤害较低，虽然整体很强，但是角色定位比较模糊，不过望归人在和流萤波提欧搭配效果据说不错，总的来说望归人还是很强的，对波提欧乱破和流萤提升大，虚韧性极致强，就是不知道后续会有其他什么改动了。值得一提的是崩铁和崩坏三的新联动也来了，废话不多说，具体大家直接看下图。在宣传图中除了花火外还出现了桑博，其中 PV 也非常的有意思，细心的开拓者们应该也都发现音乐是星铁花火 PV 中的，还有王下一统客串，所以说各位开拓者们觉得怎么样呢？星穹铁道 2.6 卡池的新五星角色乱破已经登场，影月也已经复刻，各位开拓者们是不是也都已经抽到了呢？而说起截止到 2.6 版本星铁复刻最值得抽取的五星角色排行也终于来了，一起来看看吧。第五名飞霄，首先要说的就是排名第五复刻最值得抽取的五星角色飞霄了。飞霄作为追击队大 C， 对单能力极强，适用于多数环境中，在混沌回忆和末日幻影中都有着非常不错的表现，追击队作为当前顶级配对之一，飞霄的强度保值率极高。第四名知更鸟，然后要说的就是排名第四的五星角色知更鸟，知更鸟作为童鞋辅助角色，是追击队的神级辅助角色，和飞霄搭配极佳，自身拥有提升团队输出、群体拉条等能力，即便是在其他队伍中也都有着非常不错的表现。第三名流萤，而说起第三名复刻必抽的五星角色是流萤，流萤作为击破大 C， 不仅人气超高，强度也在线，流萤虽然是 C 位角色，但是对于平民玩家而言复刻还是非常推荐抽取的，不仅是配对成本极低，且伤害高、速度快、自拉条等，也是当前版本人权卡角色之一。第二名沙金，至于排名第二复刻必抽的五星角色是沙金，沙金作为生存角色，保护能力极强，且还有高频的追加攻击，在追击队中有着非常不错的表现，就存护角色来看，沙金当属第一。 2.6 下半卡池沙金也会复刻，没有合适生存位的开拓者们倒是可以抽取。第一名软梅，最后要说的就是排名第一的软梅了，软梅作为 1.6 版本登场的首个限定童鞋角色，虽然登场早，但是强度、泛用性、保值率一点都不差，尤其是在击破队中有着极大的提升，且其他队伍中也都可以使用，泛用性极高，属于复刻必抽的角色之一。总的来说，对于平民玩家而言，以上五位角色复刻优先抽取，若是这前五名全部抽到，直接改变游戏体验。所以说各位开拓者们都有哪些非常好用的角色呢？